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静 Dada。 今天很开心可以参与 Yahoo 玩创香港的拍摄。其实自己为什么会选香港文化中心呢？其实是因为这里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有回忆的地方来的。因为之前很荣幸在文化中心拿到我人生中第一个奖项，就是金像奖的女配角。因为颁奖典礼就是在这里举行的。咁同埋另一個原因咧，就係因為其實香港文化中心係一個香港最即係好歷史好悠久啦。咁就25年嘅，咁同我咧係同齡嘅，咁所以我覺得算係一個陪伴我一個成長嘅一個地方嚟嘅。咁今次可以即係同大家再次嚟到呢度拍攝即係相咧，其實我覺得幾好。原來我好耐都冇喺日光嘅，即係日头底下嚟啦，因为印象中我谂对上嗰次即系同屋企人嚟呢度睇音乐剧咧，已经系好细个嘅事。咁系咯，咁所以大家都记得多啲嚟呢度睇下啦。